级汽车。八爪虫虫车。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成功！八爪虫虫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您呢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它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出租车，妮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。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，别想跑。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嘟嘟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。
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呼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
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手段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，豪华公交车，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筒滚筒转啊转啊转啊，刷子刷子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，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轮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啦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你看，啊，奇怪，啊，哎，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哦，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。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
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声，瞧我的。是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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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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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它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
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旋风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旋风，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最强组合。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，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活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果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。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。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铁臂挖掘机库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冲冲冲！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 ，Pew， 发射，瞄准车道。
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。我是正义的警察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，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！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。向前冲，冲啊冲！挖掘机呀，挖石头，挖啊挖！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。嘿，加油！警车，警车，发射大网！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！警车，警车，绝不放弃！挖掘机呀！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砰砰爆米花！哈，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。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哈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抓住你，爆米花，爆米花，噼里啪啦。
车，打水泡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。他没有爆米花啦！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得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收割交给我。收割机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，大玉米小玉米全部都采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别想跑！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惊险飞行！哟吼！哈哈！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乐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嗡嗡嗡嗡嗡嗡，摇摇晃晃飞呀飞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向上飞呀飞。空到轰隆隆。有点重哦，大火车轰隆隆隆，大火车轰隆隆。
消防车砰砰砰砰，全打中，全打中，所有的小飞车都被消灭了。班班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